光从太阳到地球需要多久？8分20秒。泡面、咖啡、晨曦、氧气，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无论今天有多么糟糕，明天的太阳总会照常升起。现在看来，这话不科学。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死法？我只有最喜欢的活法。离开这个城市！快点，快点！只要你一直走，时间就永远不会停止。我得带你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不想再当一个废人了。一周内，全球气温将下降到-73度，所有有机生命都将陆续衰竭，地球变成冰冻世界。